你们早上是怎么起床的？一般都是用闹钟吧。呵呵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每天早晨准时上床，先是蹦迪叫醒服务，忍不了了一脚给你踹飞。呵呵，他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请问这是牛皮糖吗？怎么踹都踹不掉。姥姥有起床气，屁股放我手上是几个意思？然后是蹭手手叫醒服务，然后是泰山压顶叫醒服务，最后是打雷叫醒服务。